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云熙，很开心今天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那我自己在 B 站看到了很多有关我的视频，在弹幕里面呢也看见了大家对我的呼唤。那今天开始我就要正式入驻 B 站了。元帅的话就是把你发的弹幕谱成曲，两周之后笑着唱给我听。小仙婊子任玉，不知 UP 主如何称呼啊？极限二选一，规则，本环节一共三轮，在规定时间内选择出最想和哪个角色一起打游戏，最喜欢吃的食物和最喜欢做的事情。元帅任玉。元帅吧，任玉不仅不会吧。元帅荣奇。元帅。元帅上官透。肯定元帅。元帅秦明。元帅。元帅申鹤。元帅。元帅何以琛。元帅。为什么呀？那元帅是最接地气的吧。火锅小龙虾。火锅。火锅甜水面。火锅。火锅钵钵鸡。火锅。火锅中水饺。火锅。火锅麻辣兔头。麻辣兔头。麻辣兔头老妈蹄花。麻辣兔头。打游戏运动。打游戏。打游戏看书。打游戏。打游戏睡觉。打游戏。打游戏听音乐。打游戏。真的非常的开心，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见面了。那我也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罗云熙，一起愉快的玩耍吧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，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告诉我。另外呢，也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。哔哩哔哩，干杯。